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超对房，不，为什么我是一个臭乞丐，而我的邻居一个是五六七，一个是孙悟空，还有一个竟然是凯皇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等等，我的血条怎么变成9999了？哎，失忆的唐山，唐山，我知道呢。按照正常的剧情，肯定是这里面的家伙把我打失忆呢。哼，我要去讨回公道。里面的冒牌货，给我听着，你唐山爷爷我来呢。哪来的臭乞丐？给我滚！嘿，瞪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才是真的唐山，里面那个是假的。切，你说真的就是真的呀？那我说我是玉皇大帝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喽。搞笑，快滚！你哼，今天我还就要跟你拼一拼，我可是有9999滴血，我才不怕呢呀！啊，100万不给我，我不起来。我去，你怎么还碰瓷上呢？就你打我，来呀，接着打我呀！咦，没听过这么贱的要求，那就满足你吧。啊！哎，怎么打一下你就没呢？嘿嘿，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厉害，呵呵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人都失踪，你不要过来啊！你再过来，我要叫了。是吗？主人，救命啊！怎么是慌慌张张的？嗯，怎么就剩你一个了？他们呢？都被这个臭小子给消灭了。主人，他欺负我们，快帮我报仇啊！啊，他一个人，小子，你什么来头？哼，我是真唐山。你放屁，我才是真的。我才是。哼，你有什么可以证明的？我有昊天锤，你有吗？这昊天锤都没有，还在这里装，给我飞吧。啊，不，我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上面明明写的是失忆的唐山呀。小伙伴们，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